1960年的人均总收入只有1200美元，比起当时的马来亚还低。但是在2023年，这已经接近33000美元了。而韩国成功转型的夫妻，就是靠着增加公共投资和鼓励私有投资。可是韩国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加入包租入国家的行列，不妨遵循三安转变，一个是投资一般。Inclusion和创新 innovation。 据首席经济学家英格里特吉尔普认为，这些国家呢将采用很新的方法，也就是首先要聚焦于投资，然后再把重心放在从国外引进的投资的部分。因为投资还是很创新的，比较重要。好，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技术不分子的关于人性的程度几乎天天都在上面？有人是躺在沙发，有人是躺在电视上，为什么不行？如果有一天跟你的股东对谈过后说，哎，我们股价是3.2元，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中国人民上班族对股价看到2元旅游来请假，那么他是专业的运动员吗？他是奥运上参加什么项目呢？谁会告诉你他的故事？在此之前
是钢琴、乐器、舞蹈、跳舞这个运动。不是一个月呢，几乎天天都在上演抗日集会，但逐渐演变成了血腥的示威。警方也开枪打死了示威者，酿成至少300人死亡。时间来到昨天，一家街头上的抗日人群却出现了这么一幕：有人抬着沙发，有人开白单、电视、电灯等等上街。那都是一个个暴动文学空间形成了强烈背景，带起是抗日风的展示。主要是因为孟加拉总理卡提纳运气不妙，辞去总理职之后左边闹跑了。自从他昨天跟着妹妹陈大姐在机场失事之后，上次能顺利的出了总理冲入总理官邸，真是打死他的总理遗产和里头的物品。除了还藏进了孟加拉的家具之外，还有人是白手兵家打手房的可以干。就连母亲的遗物他们也投放过。更夸张的是，那种掉在屋顶的风扇也是。